Hey， 17岁的陶喆 David， 觉得你现在你的生活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捩点。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。你即将要迈入你最想念的一个大学，但是你念的又不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你念的是心理学和电影。可是你知道好莱坞是很难进的，你确定你要迈入吗？你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关于电影的一个公司，你认为你进入这个公司，你可以慢慢的变成一个 reader， 帮很多的一些导演制作人去阅读剧本。但是要从这个工作到 reader 还有一个距离，从 reader 到一个 writer 的编剧还有更大的一个距离。 Well, that's Hollywood。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。那个时候你有一大笔债务，你也很倔强，你不肯跟爸爸要钱，所以你就选择一个高薪但是也是高危险度的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当警察。做完了2年的警察，其实你心里还是觉得有点空虚，但是你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，那就是做音乐。做音乐会给你很多自信，它也可以帮你去支付你之前的那些债务。在音乐上面有一些成就，有一些很好的待遇，然后你也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，它也会让你开发一个新的自己。其实我知道你从小到大都很抗拒走演艺圈，活在陶大伟还有王富荣的影子下，确实是挺有压力的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你也走过来了，你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，也算成功，所以 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。 如果我们可以从头再来，我会做另外一个选择吗？其实我不会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。不管你几岁，在人生什么阶段，你都还是可以完成你的梦想的。 SoI sign off. Love, David, 陶喆。